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 Stan 今天有很多论坛出现了旁滩成员 B 与 Paradise 集团会长的女儿在展览会一起拍到的照片公开的场所连帽子都往后戴还穿得这么华丽在一般人的思维里很自然的就会觉得哦 B 跟朋友们来看展览会了吗但是黑粉呢、女人 B 谈恋爱了我要让粉丝们痛苦、房贷完蛋了我要举报给媒体天下没有有能耐的黑粉当然所属公司很快就回应推与理事长的家人是熟人关系恋爱传闻不是事实而实际上在当天来参观的一般人上传的 IG 留言里也能看到很多人都在那里看到了 V 我来参观2021 BBVIP 展览会看到 V 是事实吗我也看到 V 了在前面散发着光怀走过来如果真的是恋人关系会这样吗还不如直接公开谈恋爱了然后不只是 V 这位前妻也有很多其他艺人熟人前几天是 BLACKPINK 急速被造谣恋爱传闻今天是彭坦 V 被造谣在恋爱那明天会不会是有人造谣我也在拍